是打夫妻的时候手如何接应，我想这个堂主会教给你。念佛堂一定是接弥陀印。弥陀印你看看佛像当中能看得到，在中国这个手多半是，这个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，两个大拇指连接起来，这是弥陀印。那么在日本的佛像呢，多半是用这个方式，这也是弥陀印。但是在中国不太流行，在日本是它是用这个手印。手印就是手语是表达的。